醒了熟睡，日落下沉醉，光透过我指尖消退，展开涟漪心如潮水，让时间不再乏味，晚风轻轻吹，想来一杯柠檬气泡水，一口夏天的陶醉，阳光真明媚，我和你刚好搭配，加点冰有微醺的风味，哦哦，不要再皱眉，哦，你像气泡水蔓延心动的滋味，发烧随风吹，我为你秀琴，说我这还不简单，直接点，别怂啊，石总。OPPO Reno 十一系列月光宝石新品上市，披萨吃现烤就来必胜客，必胜客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乐安背后的投资公司明誉云创遭到多方质疑。石总，多家媒体向您发出邀约，希望您能谈谈对乐安与黑马合作一事的看法。退了吧。对，就是这个报表。啊，接个电话。郑记者，您找石总吗？石总在办公室，您可以直接打给他。啊，不是，我找你。我想和石总约个采访。是关于乐安与黑马的。嗯。郑记者，石总让我推了所有的媒体采访。您能打这通电话，想必石总还没跟您细说，这件事牵扯的不止云创一家公司。石总不想在乐安与黑马合作的关键时期让两家公司都站在风口浪尖，影响两家公司合作，所以他就甘愿自己承受这一切。郑记者，我知道您也是为了工作，但石总也有他的考虑和决定。我回。舒逸。嗯。看什么呢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有心事儿？没有啊。干嘛？你不说我就自己看了，反正我们也没有秘密了。我今天给陈胜打电话了。我知道你压力很大，不想面对媒体，但是有的话还是可以说清楚的。文字是有态度的，读者也是有思想的。你不要一个人承受这一切，好不好？我不是排斥媒体的采访，我只是不想现阶段引发更多的争议。
无论我现在说什么，都对他们的研发没有实质的帮助，反而会给舆情推波助澜。如果这次技术真的突破了，他们就会知道这次的选择没有错。所以你明白我吗？我明白了。我可以先不采访你，但你回到家有什么要跟我说，让我帮你分担，陪着你。坐，我要跟你聊一聊云创的事儿。一姐，我也是来跟你说这个的。哦，关于云创最近的事件，我觉得可以观望之后再跟进。初一，我希望你说这些话不是因为实验是你男朋友。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，我拎得起。我有自己的考量，两家公司刚刚合作，还没有任何实质进展，我要写些什么呢？情绪化和感受型的文字也不是我们杂志社和我的风格，我们要依据事实做出客观的分析和观点的表达。嗯，条理清晰，有理有据，看来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你的心意了。是，因为我也已经问过受访者的意愿，我觉得感情和事业是可以和平共处，甚至双赢的。是吗？那你就给我打个样。没问题。谢谢一姐。说话也太过分了吧！什么东拼西凑的，就能凑出一篇文章来了？哎，这些人已经不在乎真相了是吗？那提云创说实验的坏话就能骗流量啊？你看看，我相信大家最近都在关注云创、乐安和黑马的消息。之前我们也做过云创的专题，也采访过乐安和黑马的创始人。这个事件还是要追一追。你们谁来跟进？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，大家要踊跃尝试啊，得有点求索的精神。易姐，我想跟进这次采访。你怎么？我尊重受访者的想法，但我也有身为记者的立场。作为乐安的投资者，云创的 CEO 清醒地看清形势。从技术的角度来说，乐安成熟的团队和生产线是黑马所不及的，而黑马拥有如 Blues 这样的核心技术专家，两家公司各自的优劣势明显，并不能以简单的强弱判定。看似穷途末路而与黑马合作的乐安，实则是认清形势，为保大局主动寻求突破。身为行业新贵的黑马，仅凭自身未必能够实现技术难题的突破，与经验丰富的乐安合作是一个双赢的选择。这篇专访真是详实有料，我也觉得两家公司合作是最优选的。一直在追郑记者关于云创的专题报道，好喜欢他的文风，客观又有观点。哎，希望郑记者出乐安和黑马合作的后续。实验有点东西啊。也许我们都曾谁来了？给我做汤呢。嗯，善良的心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就是谢谢你。也许我们依然是一颗颗
那石总要怎么谢我？不如以你在文章中提到的五问实验为主题，做一次独家采访。不错不错。林叔叔，张叔叔，哎，实验正说你呢，来来，走开走开走开走走走走走。你知道我们看什么的吗？啊，我们正在看你专访下面的评论，这些评论对你和云创都大为改观，而且现在的业内啊，也很看好乐安和黑马的合作。我原本以为啊，你是舍本逐末，曲线救国。没想到他使了一招借力打力，力挽狂澜。哎呀，我们呢是不服老不行了，以后这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。对，两位叔叔对我的鞭策也是非常有益的，希望我没有令二位叔叔和云创的股东失望。哎呦，这说的哪里话，你父亲也会为你骄傲。之前菲菲天天跟我说呀，说实验思路新有格局，让我别操那么多心，把一颗心放在肚子里。现在看来啊，我真的是多虑了。实验啊，你是真的成熟了。哎，融媒体小组已经初具规模，也有了自己的运营模式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加速拓展融媒体业务，搭建更完善的架构组织。这项工作就先交给郑书毅来负责。我跟总编已经商量过了，还是以我们的内部优先。如果大家有意向加入到融媒体这一块，就可以和书毅聊聊。还有其他的事吗？没有了，散会。左奔，快过来！不行啊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快去啊！快去！快去！你俩干嘛呢？舒怡姐，贝尔有话跟你说。怎么了，贝尔？舒怡姐，那个我，那就是，哎呀，他想加入我们融媒体小组。那真的？你可想好了？其实我早就想好了，就之前是因为。舒怡姐，我真的很想跟您学习怎么成为一名优秀的财经记者，真的。我可是很严格的，不信你问小月。我知道的，我就是要您对我严格，这样我才能进步啊。行，那我想想吧。我想好了，我得给你跟小月多布置点工作才行。谢谢舒怡姐。各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新来的实习生胡清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融媒体编辑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那你就先坐那边去吧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谢谢你，悠然。不客气。好。Hello， 我叫胡清华。我知道啊，你好，我叫陈菲尔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不是你刚才自己说的吗？哦，对。加油加油加油啊，小舅妈，融媒体组组长，舍你其谁。恭喜啊，郑组长。流程还没走完呢，可别这么讲，别人听到要笑话我了。哎呀，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舒怡姐，里边设备我都给你调试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啊。谢谢，加油。总编好，各位领导好。不用紧张，跟平时一样就行，没问题的。融媒体小组已经成立一段时间了。我们的电子刊蒸蒸日上，这得力于郑书毅的努力和坚持。随着融媒体小组步入正轨，财经界对未来的发展与布局充满着信心与期待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融媒体小组的组长的人选。首先由郑书毅进行述职汇报。嘉
贝艾特羊奶粉，吸收好，营养更好，全球羊奶领军者。羊奶粉我只选加贝艾特。加贝艾特邀您继续收看。软心曲奇就选沙布雷，沙布雷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创办融媒体的电子刊，在很多人眼中原本是个有些遥不可及的梦想，但在各位领导支持下，在我和同事们的努力下，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。而且我可以很自信地说一句，财经界的电子刊好看有趣，未来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。新闻是速朽的，但新闻背后的人物故事和意义是能够长久引人共鸣的。我希望我可以有机会带领我们的融媒体小组，不忘初心，不负时光。所以我们好久没见面了。是的，总编。我之前听到一个说法，说你是靠男朋友才取得这么丰富的资源和机会。记者本就应该手握各种资源来满足工作需要，我的男朋友石燕非常的优秀，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，所以确实给了我很多资源和帮助。但我的资源和机会可不只是石燕，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我们是互相帮助的。结束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行吧，稳定发挥。哇，请客，请客，明天晚上地方你们选。好耶，谢谢朱姐。谢谢。晚上我请客吃饭，地方随你选，不要跟郑组长客气哦。博港云湾可以吗？好啊，郑组长亲自为你下厨。您说吧，怡姐。所以最后是总编没同意，对吗？朱怡，总编也不是否定你，他只是觉得你太年轻，管理经验很浅。我明白的。总编今天一直在夸你，只是他对你的了解有限。财经界突然有一个这么重要的小组，要提一个这么年轻的组长，他当然要多考量一些。但是他跟我说，他没见到比你好的。舒怡，其实我自己也有些私心，希望你在一线多待几年，能多出几篇好文章。我明白了，如果是这个原因，我完全接受。这位大哥，你有微信吗？啊？你要人微信干嘛？我只是想给个钱。我好惨。还有心思要微信，没觉得你有多惨。你到底会不会哄人啊？这可是公共场合，
实验被魂穿了吗？干嘛？有人看着呢。你不是喜欢这样吗？我今天没当成组长，总编没同意。那我得给你们总编介绍个眼科医生了。那你赶紧。哎，你干嘛？你疯了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说好的满汉全席呢？还差104的。郑书意。我太惨了，升职受阻，男朋友还要凶我，我这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又想干什么？这是郑书意不开心时限定的石小燕，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看到，我要留念一下。别说只是错了，天气跟着凑巧，却慌乱了心跳，就把防备丢掉。还不开心啊？行吧，虽然没能成功升职，但是搞定了石小燕，也算成就一件。你搞定的可不止我一个男人。石小燕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小气了？岳星洲因为工作失职被开除了，秦乐之也被秋福开除了。没想到红颜祸水竟然是我自己。大叔啊，你凉了。书意，来吃早餐。我不吃了，来不及了。书意姐，你吃早餐了吗？我帮你买的生煎包，就是昨天中午你说的徐辅路要排很久队的那一家。哦，谢谢你啊，清华。不用了，我在家里吃过了。那书意姐，你知道贝尔喜欢吃什么吗？我也顺路给他带一点。哦，我没看过他吃生煎包子的这种早饭，他每天早上都会买一杯咖啡。明白，谢谢书意姐，改天请你吃饭。哎，那人谁呀？啊，我们杂志社新来的融媒体编导。哼，人倒是挺热心的。那有什么用啊？心再热都没有我对我老公的爱炙热，我的心里眼里都只有我老公。再说了，人家真正想问的是陈贝尔。哦，你干什么？我忘了样东西。你拿这个干什么？我觉得我的办公室有点空，想装点装点。你说我是摆在办公桌上还是摆在会客桌上？要不我直接挂办公室门口吧。随便你啊。我走了。路上慢点。这是给你的三明治，然后这个呢是给你买的咖啡。到清晰的面容，是你闪耀眼眸，照亮我的宇宙。也曾失望被不安左右，还好你没远走，还能将你收紧我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去坐着歇会儿，马上就好。
是藏，是撬动了枷锁，却舍不得逃脱。有这么好吃吗？一会儿不吃饭了。美味的不是生煎包，是我老公的心意，当然一个都不能浪费了。嗯，你一会儿最好把饭菜都吃干净，因为那也是你老公的心意。嗯。玫瑰花。去约会呀、啊？是去环保公益活动。看我的有机风穿搭，我的灵感来自它。自然本木与有机绿的配色，自在随性。外表还原材质原始纹理，去繁为简，喝完可回收哦。让我们和特仑苏一起一路前行，出发！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关爱25年，紧急避孕选玉婷，玉婷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在上眼中回荡，坠入甜蜜的时光，你是我的宝藏，笑眼中的妄想，苦涩中带着伤，沉迷于温凉。玫瑰绽放绚烂的憔悴，玫瑰散发微醺的迷醉，玫瑰流露隐晦的暧昧。下雪了，下雪了。嗯。哇！哇！是初雪。就这么喜欢下雪啊？你没听过吗？说初雪那天在一起的人是会永远相爱的。苦涩中带着伤，沉迷于温凉。嗯嗯，那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玫瑰绽放绚烂的憔悴，玫瑰散发微醺的迷醉，玫瑰流露隐晦的暧昧。玫瑰最危险也最高贵，玫瑰最强悍也最柔美，玫瑰拥抱将刻下无畏。玫瑰花的盛放，带着刺的芬芳，苦涩中带着伤，沉迷于温凉。小月，把这个跟进一下。好的，舒怡姐。现在就跟进。我被录取了！恭喜你啊，小月，你被录取了。希望你再接再厉，成为一名优秀的财经记者。我一定会的。当初布鲁斯离开乐安的时候搞得不太愉快，现在又要并肩作战，本来担心他们会尴尬，没想到推进的还挺顺利的。他们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，在技术方面有惺惺相惜，有合作基础。不得不说你的判断依旧准确。来，原来又在你的计划之中啊，喝吧。我先去开个门。嗯嗯，来了。有、小月，我太开心了。你怎么不问问我是什么事儿呢？我今天被录取了，而且我第一个电子刊头版策划通过了。真的？嗯。你
快快想想怎么奖励我。秦十月，叫小舅舅啊！据财经界的最新报道，近日乐安科技与黑马科技在毫米波芯片领域已经取得巨大突破，这一突破很有可能将国产芯片推上新的高度。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加速，养老成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。面对巨大的市场，各大资方纷纷入局，竞争愈发激烈。太文字聚焦民生，关怀与关切这一问题，深入调研探讨智慧养老的未来，展现了新一代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。第十届财经新闻奖年度行业报道获奖作品为养老赛道路在何方，得奖者是财经界的记者郑书毅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首先感谢大家的到来。今天到场的呢，都是一路以来帮助乐安、陪伴乐安到今天的好朋友们。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，就先给大家鞠个躬啊。一眨眼啊，乐安科技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。这一路上呢，有磨难，但对我来说，更多的还是收获。这还不容易，就是。是。石总眼光真不错。我的眼光一直都不错。大家都说什么七年之痒，但我跟大家保证，我们乐安在七周年的时候还是会一如既往再接再厉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就是我们乐安将会冲击 IPO。 好。那么在此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特别的感谢一个人，一个对于我和乐安来说都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人。如果没有这位贵人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乐安。石总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在乐安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了援手，对乐安不离不弃，全力的支持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石总上台为大家说几句，好不好？好。很高兴乐安取得今天的成绩，乐安的成功也是云创的成功，冲击 IPO 是乐安新的开始，对云创而言也意义非凡。未来，希望陈总带领乐安走得更远，
打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芯片。谢谢。吃个甜点，给。你干嘛？我为郑组长端茶递水啊。你要早这么嘴甜，我们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。这是什么？你说呢？郑组长，你现在已经升职成功了，什么时候打算让我在你这里也升个职啊？你的述职报告呢？你居然沉默了，那你完了。诗意，诗意先生，你谁呀？不要随便搭讪美女，我可是有丈夫的人。下个季度差不多就是这样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出去。舒逸，你等一下。谁结婚？你这么为难，不会是徐雨林吧？是我。我想邀请你做我的伴娘。关向成，不会是我认识的那个关叔叔吧？嗯嗯。你们什么时候？很久了。跑蜜局的呀你们？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不管，你必须跟我从头到尾好好讲讲，不然我都无心工作了。我们很早就认识了，在我工作的第三年，我有机会去采访他和石文光。
感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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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谢谢，谢谢，找个位置，哎呀，好，大家吃好喝好，大家慢慢用啊，多吃点东西啊，多吃点啊，少喝好，来，师爷给我倒点，少倒点，没事儿，行不行？来，管事，你也少给他倒点啊，多喝点。祝易姐和关叔。哎，考验擒技者的时候到了呀，好好说，要不然关叔说以后不让你去马场骑马了。哎，祝易姐和易姐夫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，花好月圆，甜甜蜜蜜。哎，借小月的这个吉言，我这老姐夫啊要越活越年轻啊，好好照顾你易姐。来，可以把我们的祝福词都说了，我们说什么？来来来，恭喜恭喜，多谢多谢，多谢多谢。来，坐坐坐，坐着喝，来来快坐。哎，小月，你既然把我们的祝福都一并送了，那就帮我们把酒也一并喝了呗。哎，这酒我可以替他喝，但是三剑客是不是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？来，关叔叔，新婚快乐！来来来。嗯，加油。哎，我有问题。小明，你有什么问题？你说这老关都没开二度了，咱们小关什么时候开开张啊？我准备好了，但这事儿还是得看女主角。我一向跟舒毅是步调一致的，我随时都可以呀，但是呢，我不能丢下他，所以想问问石总，打算什么时候给我们家舒毅一个交代呢？舒毅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挑个喜欢的日子。玉游不是你们三剑客里面最年长的吗？应该做个表率才行。我确实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了。不过小月还得看各位长辈什么时候能放人才行。对啊，如果我爸要是舍不得小月呢？外公才不会呢，外公之前还催我。你大不中留。玉友，我们家可不接受退货啊。爸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干脆啊，你们三剑客就一起结婚，这集体婚礼多热闹，多好玩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啊。我们不急，我们还要在事业上努力进步，不断突破，总之更上一层楼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不如就看看天意。看天意，我当做经理呗。来来，您坐，您坐，老同志，您坐。哎呦，舒毅，你看那捧花挺好看的。我以为你昨天买的花还新鲜。如果你要是抢到了，你这如何？珊珊，这是我爸的婚礼，这花你得抢。我控制不了。那我帮你抢。玉瑶，你想我接到捧花吗？看缘分，要是抢到的话，咱们就弯道超车加快速度；要是没抢到，我也会把这件事情提上日程，好好筹划的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魏哲鸣又穿着他的帅气西装走来了，对你不只是喜欢，
芒果 TV 正在热播。家人们谁懂啊，霸总私下这么可爱，你以为的霸总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实际上的霸总。动情时不小心我演错了戏，能否修正一个美好的结局？遇见你，走进你，爱上你，失去你，你独自离去，留我在原地，让泪挣扎从此只是过客吗？心就像坠入了悬崖，痛吗？爱总让人像神仙流沙，越走近越无法自拔，越装作潇洒越是放不下。别走远。